司呢，最主要是在发展 AI 人工智能教育的辅助系统。那我们从去年是由台大的硕博士所组成的一个创业团队。那从去年七月呢，来到前海这里做路演。那路演之后呢，我们陆陆续续在研发我们的产品，然后进来前海这里之后呢，希望呢跟当地的这个技术团队，就是当地其实深港有非常非常多很厉害很厉害的技术团队，希望能够合作，那由他们去提供高级的技术，那我们这里呢能够提供的是由教育专家提供的教育资源，然后一起去研发出更多更好的这个创新的教育产品。那韩市长刚刚过来呢，当然是觉得很兴奋，因为平常呢都是从电视上才能看到，那这次呢，他过来呢，其实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他非常非常的亲民，然后呢，邀请他一起合照，他就跟我们合影，然后甚至是呢为我们加油打气，因为青年创业一定是很辛苦的。然后呢，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因为平常在以前呢，比较少听到深圳这个地方，那后来呢，来到这里之后的感受就是好多高楼大厦，非常非常多，然后发展也是经济发展非常非常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人民呢，其实我觉得是蛮友善的，因为听说就是在深圳这个地方，大部分大概有九成都是外来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蛮亲切的，人也蛮友善的。那食物的部分就超级多样化，超级多。对，那深圳这个地方，前海这个地方，目前我们感受是还蛮舒服的，因为它的建筑物还没有这么密集，然后这个地方规划的建筑物的设计上来讲，也都是比较现代化的。那我们的期许当然就是希望未来我们的教育团队整个世界各地优秀的技术团队呢，我们能够研发出实现我们的梦想，在教育上面做一个改革。